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境封锁。你们要自己占用吗？我觉得还好哎，你们很缺吗？他下次又没有占用你，自己点下去。可以啊，扣一点血。你飞走了。好吧，不然我们飞回去好了。秋之回忆，然后往那个时代广场冬季补给品。什么？我现在在安全路里面补一下子弹。顺便看有没有比较适合的加那个火力跟电力的装备。Anything catch your eye? 没有哎。我先出门逛一逛哦。好吧。把现在的装备卖掉。没什么东西可以买。是谁啊？那么会吹口哨？叫我一下好不好？我还要学会怎么狼嚎哎！一起啊 ！Warning, you are exiting the safe area. 哎，辛巴，你出发了？差不多时间。好啊，我快到了。哎呀，你们都不打我！那个手把是不是震到桌面了？有那个声音。我不知道是谁啊，有人的。不要进去！头脑我要没了没了。补给品在哪里啊？在哪？啊！在哪里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在偷跑啊！在偷跑。刚刚补给品在哪里啊？都没看到，我有点变。那我闪了，这样我们要离开再回来。我们去一下这个蓝色再回来吧。我一直感受到火人。有人。让我来吧。他们有能力。哇，小心是快死了，真的。等等我啊，我也来了。你们都一直冲！哎，你不是在后面？他被火力压制了。哎呀，没人管。哇，弹夹120哎，差不多。我没有拿这个指挥官说话。你可以去啊。去哪里？跟指挥官说话。
反正他都马会说不是你的话，我早就死了。为什么他有一个口头禅，就是说如果没有你们，我们早就死了。这就跟这个差不多吧。还有啊，有一只纸怪没有刺到。哎，你抢我的位置干嘛？我刚好也在这啊，这是我的错吗？啊！倒地！全部交给我的奖杯！全部交给我的奖杯？那什么？不知道。全部交给我的。代表你打很多吧？这个每次都在黑面。他说复活的。哦。开始吧。啊！刚刚那个失败的补给，我们再回去吧。等我一下啦，不要一直冲啦！不要，不要等你。为什么？还有武器，你不要拿。拿过啦。你们拿过的。大概几个？你在哪里？你看，辛巴已经去了。哈哈，去去去！刚刚是铲铲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在这铲越多时机，越容易铲死。我们太早去这伏击底就没了啦，没有啦，保卫这一发对啊。小雨，我拖过来了。我也刚刚拖了一。等一下，后面可能会有一群人。Warning, supplies taking fire. 啊，又卡住了。哪里啊？不要一次，我大。等一下，应该会有，有下一个。下一个在哪？他怎么没有跟我们说在哪？有啦。啊！他们在那边楼上。哇！在那边楼上吧。哎，一直受到伤害，怎么回事啊？在对面的楼上，对面楼上怎么打、啊？这里都是敌人。啊，完了，失败了！丢个什么弹都可以啊。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了！快快快快快！太快！啊，那对面的人呢？我打不到。快杀快杀打不到对面的人啊。哦，还好我已经赶上了，不然真的会失败了。我过去了，有手榴弹人，不是手榴弹，那个近战的。你们怎么上去的？爬上来了。爬哪里啊？有地方可以爬。那都是车上不去啊，就是有一个斜斜的地方可以爬。反正我觉得你快打完了。谁的尸体呢？ Warning, incoming hostiles. 记得吗？那有听到吗？你也听得到？没错。你当我是当我没玩过游戏吗？ Warning, supplies taking fire.
很明显就是手机 Steam APP 的那个通知铃声。忘记引爆，很好笑。丢了年代没有引爆。我拿冲击枪那是。这个人是从哪里出来？是铁门吗？同一个。他说自己打野有三个人。哇，我下来了，我以为很安全。我看什么？你看我这是在哪？耶，升等，剩下四分钟了。拿回去捡东西，还是没有成功，下礼拜吧。耶，打那个阿莫斯特公寓。那我觉得我们先走到这边，把安全屋开起来。那我要顺便开台啊。小旭在你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现在好不好看，我现在颜色显示真的很奇怪。那你就赶快出来吧，大家都在等你。你们都好了。嗯，对呀、啊。可能不是那么快反应过来。大家都出来了，我们走吧。我明天就要讲。那我刚刚换衣服换到一半没有换，然后衣服就不见。谁的衣服？嗯？没事。有事。太恐怖了，我连那个走路的路人都没有发现。因为那些路人死了。要跑步，要跑步，要跑步。他有点像奥迪耶。跑什么跑？跑！哎，右边有人。左边，右边。哇、哦，好多人哦！哪里呀、啊？哦。上啊！哎呀，等等我呀，我要赶过来了。这样我的直播不会中途那个中断。我也希望我的直播不会中途中断。你会中断吗？有时候也会上啊，难免的吧。这火海有没有到我燃烧范围啊？哎，你们要去哪？太恐怖了！要是有炸弹，就要我这边要提醒我。哦，我现在不确定自己分辨。能不能分辨出来？去解抗炸炸弹，压力大。这个游戏叫全境封锁啊。马走。我在跟我的朋友说话。我现在这个是叫做精油裂解封锁吧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想努力歪台有点。但是，这个游戏叫全境 bug， 油箱破裂封锁，环境污染封锁，封锁，我要把你加入黑名单。
你的应该好脏啊！女生朋友，他们跟我玩的全部都是女生啊。女生朋友，我们是朋友吗？哎呀哎呀哎呀！左右两边，那不是还有吗？战友战友，战友战友啊！这里呀、啊。都是玩游戏认识的，应该是我们跟星巴是玩游戏认识的。奇怪，刚明明没有用、啊，为什么你的怪兽觉得你不理他、啊？那个谁、啊、看得到吗？那个白火龙，我有回你啊！你们听到有声音吗？因为我把他的聊天室也开起来了。你们的声音他应该听得到吧？帮我跟他解释一下。这边还有一群。Hello。哎，为什么我反而被打了？呀，乱打！嘿，连踢！我打！呀！我边打字。发现地狱厨房。其实还蛮想吃吃看那个菜色，每次看到节目都觉得，哇靠，这些人才是天才。左边有敌人。地狱厨房是节目、啊，虽然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。蛋走吧。应该不用连蛋了，直接杀他两只而已。可能我刀都没了，还有一只哎、欸。活的。因为我才发现，我刚刚完全忘了捡东西。有什么好看吗？你好，已经玩那个原本那一只太习惯了，看到绿色跟白色都不想捡。可是我都会捡啊，捡了占空间啊，卖掉啊，分解掉啊。那我觉得星巴好像被打了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星巴被困住了吗？没有啊。一路狂奔。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等一下到那个安全藏身处。他们还在你后面吗？好像在。左边。啊，二零古堡。上、啊。找个时间吧，我刚刚才玩那个佣兵模式而已。哎呦，被你！你可以玩三菱电机呀、啊，你这样挡住我没有办法救你啊！三菱电机啊！你自闭系。打我嘞！哎，原来是十三等哦。这边好像敌人变强了，我一定是缺了一个之前，不然等级怎么会比你们弱呢？对啊，你一定是缺了一个。You are now entering a safe area. 我今天跟那个、啊，我今天跟朋友那个开前期封锁，所以如果要。要看二零古堡的话，
明天，明天再。这边太黑了。这边没有食物。哇，这边有食物啊。那个要看恩古堡，他明天在直播那个来我了，可以吗？还有那个 Sober 的黑甲，来呢。我刚刚遇到一个中国佬，他说实在太感谢了。你给他物资啊？Check out the merchandise. 哎，你说是你实际上遇到的。Another time, maybe. 嗯。完了，我现在是那个看手机那个直播的有点，那一直同时看 FB 的话，我可能会手指反应不过来。等一下打灯的时候，我可能就没有时间打字，所以一律都是用说的来回复。哎呀，我忘了要做什么了。哦，对，我要先把我那个机关枪换成那个加弹夹的。长弹夹吗？我现在目前装的这个弹夹，它是那个强力弹簧弹夹，它那个暴击伤害是11%，然后射速是10%。啊，垃圾枪！我朋友说我都欺负女生，要叫律师机员打你哦。怎么了？大家说说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。分享出去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